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区的来来料四十年老味道。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哦，有一阵子没来了。啊，那疫情期间这家店也是只剩外带，啊，有蛮多小菜的。好，那个菜单就全部拍一遍。啊，小姐你好，我想要问那个，刚刚在网上有看到你们有那个米粉汤个人套餐，嗯，那个选项是哪一个？好，我们那是只有网络上有。啊，只有网络上有。对，如果你要做的话，可以帮你做。哦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嗯。是那个米粉汤个人套餐，就一个就好。啊，对对对。好好。哦，原来那个是网络上订购才会有。现在几乎都是要隔着塑胶布了啊！他们感觉员工也比之前少一些啊。好，啊，这边就刚刚有讲到这个猪肉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色泽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员工也比之前少一些哦。对，下午时段会比较少一点。嗯。好，加油，哎。OK， 好，我再加一个小的肉燥饭好了，这样比较吃得饱。嗯，谢谢。要辣吗？好，那汤头看起来就是很浓郁了。那想问说，疫情期间你们的生意有受到影响吗？有啊，因为没用就没啊。这样还是有啊。嗯，好 ，OK。好，那米粉汤小碗的好了，谢谢。好。好，现烫的啊。好，那我觉得这家店现在目前就感觉是外送的店比较多。好，那再加一份大肠好了，谢谢你。好，但是现在为安全起见，是隔一个这个塑胶布啊，但是有感觉有点差，就是不能够直接看到店家的状况。好，就希望赶快解封了哦，在店里用餐是感觉是最有感觉的。好，那刚刚询问过店家，我这个套餐是网络上订购才有哦，那各位朋友要注意一下，现场就是以单点为主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再来就回家开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来来四十年老味道。好，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那我们就从这个肥滋滋的开始吃起啊，肥滋滋的卤大肠，呜呼，嗯，啊，卤得很入味，然后大肠又很新鲜呢，嗯，赞哦。嗯，很好，很好吃啊。好，刚怕这个各位朋友误会啊，我说这个感觉很不好，是希望说以后疫情撤掉之后，那个塑胶布拿掉哦，然后整个看到电影的场景跟那个香味，米粉汤的香味是最棒的哦。现在因为那个塑胶布挡住，比较闻不到那个米粉汤的香味。好，意思是这样，哈哈哈，不要误会啊。好，这个大肠，好赞。嗯，哦，通常这种小店的话，小菜就是最厉害的了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肥滋滋，肥滋滋的好，嗯，赞哦。
味道都非常的好啊。然后小店的话 ，Foodpanda 的单也蛮多的。好，样样都好吃。好，猪耳朵就是很有胶质，然后大肠吃起来就是很香。很棒哦。猪耳朵不会过肥，然后很有胶质。好吃啊，赞！生活中的小确幸啊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好啊。怎么那么香啊？香啊，燥啊，吃了吐泡泡。过瘾啊。传统的好味道哦。太棒了。好，各位朋友一定要尝尝看哦，真的是很棒。赞哦。好，那这个小菜是100分啊，真的很好吃。相信也看出来啊，样样都很美味，好吃啊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卤肉饭。好，它是有肥有瘦哦。好吃哦。甜咸甜咸的味道，它这个米饭还粒粒分明哎。卤肉饭也很好吃，赞哦。好，再来一定要加他们的辣椒才过瘾啊。好，现在辣椒给它加下去哦，可以看到是那个小鱼辣椒的哦。加下去，这个卤肉饭就有了灵魂了。就是要这样干啊，甜咸甜咸，加上我这个小鱼干的鲜味，哇哦！但是不要加太多，不然晚上消化会太好。赞哦！好，记得卤肉饭一定要加个辣哦，这样吃起来会很过瘾，嘴巴里火辣辣、火辣辣，然后黏嘴巴的感觉超棒啊！真的很棒，卤肉饭加辣，吃起来真的很过瘾啊，好吃啊！尤其它又是这种小鱼辣椒的，太棒了，好吃，感觉超过120分哦，超爽，
好，这个卤肉饭是感觉比较原味的感觉，应该是油葱酥跟这个肥肉跟瘦肉的组合，然后主要是它的口感啊，比较会黏嘴巴，嗯，很过瘾，然后略略带着甜味，然后香料味不明显，啊，很好吃，但是感觉是蛮传统的，嗯，赞，然后饭也煮得很好，粒粒分明，吃起来很过瘾。好，再来是小菜 Part 2哦，刚刚那个是我单点的，然后这个是个人套餐的，但是要注意，个人套餐是网络上 Foodpanda 的才有，好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了。好，那就各位朋友要注意，那在这边都全部都算单点价。嗯，啊，那这边就是什么都有了，综合拼盘。嗯，粉肠很好吃，然后这个是五花肉，嗯，很有胶质，啊，嗯嗯嗯嗯，哦，赞哦，嗯，哦，小菜类都很厉害，还有猪舌头。嗯，啊，一样应该是要加点辣才比较好吃啊。但是我刚辣椒已经放很多了，我怕会消耗太好，所以这个我就不加了。记得你自己吃可以再加个辣，那更过瘾。嗯，然后种类很丰盛，什么都有，这好像生肠吧什么的。嗯。啊，综合口味的酱不错啊，什么都吃得到。嗯，什么都有，然后它这个小菜都很新鲜的。嗯，好吃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萝卜。嗯。样样都很棒，嗯，好吃。嗯，过瘾啊。哦，点太多了，吃好撑。嗯嗯嗯。哦，一个人在家可以吃得很过瘾。嗯，啊，小菜都很新鲜哦，这样搭配起来真的是很棒。嗯嗯嗯，肥滋滋肥滋滋的啊。忘了点盘烫青菜，哈哈。哎呦，这萝卜很香哎，嗯，好吃哦。哦，萝卜必点。嗯，很好吃。朋友啊，就给点下去哦，赞！嗯嗯嗯，啊，萝卜超好吃，嗯，真的很赞，嗯，然后就慢慢吃了。我觉得它这个萝卜很值得介绍，很清香。而且它入口即化了哦，你看到就是炖煮的很软烂哦，很适合老人家吃，很香。好，这小菜这个部分也是100分哦，很棒。好，那最后重点就来了哦，这个来米粉汤，叫米粉汤，所以这米粉汤一定是最厉害的，家庭号的，
米粉汤超多的哦。哦，对，他刚这边还放了很多豆腐，油豆腐，吃豆腐我最会，嗯，嗯，哦，汤头就是集合了这个各种小菜的精华，还有那个萝卜，汤头浓郁而好喝，嗯，好，汤头又浓，然后这个米粉汤又鲜甜，哦，有看到那个洋葱，所以它就是有这个蔬菜的鲜甜味啊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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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嗯，好吃的分量十足哦，然后又是40年以上的老店，然后它米粉是粗米粉，然后蛮好入口的哦。嗯，真的很好吃，很传统风，所以样样都是100分呢，啊。尤其它那个辣椒，辣椒真的很棒哦，每一样就是都是这个炉火纯青，算是小店，但是样样破音，哈哈，样样都很精致而美味，让人很满意啊。然后铜板价，好，那就希望各位朋友喜欢我的晚餐了，啊，哦。这家店事实上生意也很好，但是他在疫情前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每天都会客满，哦，是永和在地的小名店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哦，很推荐啊，样样好吃，好，那祝各位朋友就是有愉快的一天，台湾加油，台北加油，各位朋友加油，店家加油，我也加油，好，咱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